们吃这个鸭子一定要很豪迈。啊！断筋碎骨掌吗？老板，这帽子怎么卖？100，算我便宜一点啦，50块。好吗 ？Yes。我们来猜一下名字。金元宝、碳元宝、碳元宝，真的假的？Let's go, baby, yes, baby。哎，我先猜到了，没有，你说碳元宝，我猜没有，我说碳金元宝，他不会假的。每周一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自由发挥，在爱玩客。